三光大哥，咱们这就前往齐天塔吗？不，伟大的人为求慎重起见，正率禁军的祭天塔四周围栏布山，大概要等到天黑才能完工。咱们就先到宫殿那待命吧，等房屋部署周详之后再行入塔一探。原来如此，那么在入塔之前，咱们还可以再休息片刻。先见王大人在昨夜之变被困于祭天塔，至今生死不明，我只希望他能平安无事。王大人，王大人，王大人，请你振作些。是上当上官都尉啊，我是不成的了，这里面全是妖魔，你要小心。我的朋友们都来了，妖魔奈何不了我们，你振作一点，我马上救你出去。他们来了吗？别管我，快去阻止骑士施法。凶星浩银降至天顶，此刻正是人间阴煞鬼气最盛之时，那收魂大法要是在此时完成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快去驱逐！黄大人，黄大人！没想到我找你帮忙，结果就害了你的性命。三官兄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无论如何咱们唯有赶快登塔找到骑士，才能为王大人和太和殿前死难的禁军弟兄们报仇。林贤弟，你说的对，在这里难过也于事无补。黄大人，请你安心吧，我今天杀遍这座他妈的鸟塔，也一定要抓到骑士这狗崽子。咱们走。这才像我们上官大哥啊。这祭天塔还真高，跑到这里也快到塔顶了吧？天哪，还有那么高、哦！龙妹妹，你怎么啦？韩姐姐，你看看嘛，爬了那么久了，这祭天塔还那么高，人家都快走不动了。傻丫头，你爬得那么快，当然会累了。别忘了骑士还在塔顶上哦。可是人家想早点逮到骑士那个老家伙，还好替上官哥哥出出气呢。哈哈哈，你的好意我谢你了，不过心急可是办不了事的。是啊，其实那妖孽是要逮的，不过得先要登上塔底才行。
你们想逮我，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狗崽子骑士，你等着，本大爷很快就会去你的项上人头。你们还是先过眼前这一关吧，再说了，少赔了。一次八番，请凭魔眼生发九渊，徒涌玄阴。糟了，骑士开始收魂大法的仪式了，我们要再快一点。祭见陈毅，写符行阵，平煞符诀，有所罗列。四方凶手，守阵其位。玄冥五尊，应成足矣。魔药化物，散如飞絮，魂命消解，离灵段落。塔里的敌人已经清除了，咱们这个上塔顶去吧。上官大哥先别急，趁这个时候让大伙先喘口气吧，顺便做点准备吧。嗯，说的也对。